那个开一开麦就直接被秒杀了，对。啊，香山到三信桥，一八。难怪很纳闷，为什么今天不两道忘记了。下一站华林 ，Next stop 华林 ，On 七三。等一下，那个站很小。没有，这一站是属于三，好像三等嘛。对啊，弄点三等。对，弄点奶茶掉出来。我这样讲好了，就是三等站以后就没人了。哦。四等站就是龙井一站的，时间搞得波浪，那天还是不到。等一下，那个等地修长。地修长吗？你早上每天都没我带人保障吗？你的精力啊，我多，因为后边很冷啊。冷冷，冷冷，是啊，都冷。你看你外面也都很多人。冷冷啊，台湾是啊，是啊。这今天都台南市政府办的。他们就办节日来了。嗯。难怪，可能为了坐满人。就拍那个风景。因为那个影片录太长，他没办法传。哦，没关系，你录短一点就好。哦，好。你看，你看，你去 YouTube 来这里找的我。你有手机吗？阿姨，你有手机吗？有啊，这手机098哦，三八，我连线给你。没有，我要下车了。哦，好。对啊，很难等啊。我们下车了。欸，你是坐这里吗？对。哦，好。所以我说话很奇怪，很难等哦。拜拜。你再给我好了。嗯，好，拜拜。很难等哦。很难等。哇，拜拜拜。德国 IC 烧起来了。德国的 IC 火速烧起来了。德国人的爱情，德国人烧了。谢谢。客气的太。你知道那个什么？前几天网络上又在那个炒这个东西啊。
对啊，有一堆人。这个等一下那个某一站就把它丢下去。欸，你们知不知道前几天哦，又网络上又有人在炒这个、啊？不爱做。对啊。不爱做啊。网络上前几天又有人在炒，没有强迫。不是就不是就不爱做，你要让就让，不要强迫。但是如果遇到一个状况，可能会更尴尬，又不想泡。对。那验票。算话上车嘛，我路不通去上厕所，上厕所，因为我上比较久，上我等我出来车已经离开台南了，我一出去，我当时我搭的车号我还知道是 T560，要那个六公的厕所嘛，然后我一出来干，外劳给你挤满满的，然后冲到门他们都坐好坐满，走都不能走，我退回去厕所嘛。一段时间后我会出来，应该就是过人格我会出来干，还在，然后我又被一个外劳给逼走，还被抓，而且是男的外劳。前几天就这个路桥啊，上礼拜不是那个，哎、欸，是那个，哦，我也要来拍一下。我记得 HO 的那个日本的车款，三个就差不多。可是我，
心之后，你就不会想去玩回力球了吗？对，的确，我那个我买那台阿尼三七的纪念车有。铁之路啊，它现在好像只有出几种货车而已，对吧？可是我比较期待，就听说卡口要出那个铁路三千，呵呵，我比较期待那个，对吧？他不是说要搞那个铁路三千？那你加油站，那你加油站真的是他们台铁刚刚做的，对。你看，我知道卡口现在是不是没有台湾高铁？交管系列，然后我突然想到要比 CTO 一个 CTO 九排还没掉毛，对，但高港做一个啊，对，高港有把它恢复，对，然后当时被挂住，然后高港的话，你可以去看那个下楼吊车的有啊，哦哟，那个他们现在接收两台吊车机了，一楼对，然后101我上次有去拍他们那个在。那个试车，然后我们平常都看得到，因为我高雄的，所以平常要看。现在高雄搭轻轨蛮方便的，可以到高雄各个地方。可以啊，对。你们有去拍那个美术馆新通车路吗？有，我已经拉了很多次。有啊，因为我是在地的，所以我了解他搭。马上通车，马上去搭。是啊，我已经拍到我想拍了。
该有两三次都没有开，太多人。不然龙猫隧道我没开过，但是有在车上。对啊，今天一个人跟风仔。对啊，我也是，我要那个原本今天买了五零一的票，之后我要把它退掉。我突然想到有人，然后就是那个车，然后他就要死，然后我们就买票，没有，昨天对，永保安康，对，在吵，对啊，一大堆人在吵永保安康，不知道吵什么的，永保安康，还有一些人买票都买那个永保安康的票。我觉得那些就是一大堆都跟风了。抽票没什么抽，对啊，而且你知道昨天那个 FB 上面有人说那个有人说有人在偷卖那个在下面上面偷卖那个永保安康的票，而且你知道昨天还有人爆料有人在卖废磁票，啊，磁票哦，就是我的现在看，对，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废磁票竟然有人在卖，啊，超傻眼，刚好这张票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进入三千的然后之前我有体验过一次三千，我从我搭南方的车，然后从台东回潮州的时候就搭3784。哦，对对对，那次很赞，那个从台东飙到反而过潮州。对，台东下一站就到潮州，超屌。像我的话，反而到大武要去大武台，然后我们一堆人都是去买那个飞机的票去搭，然后还好最后我还是有买到。距离发车时间只有差6分钟，很赶，超屌！我出车马上去给他买，然后买完后，因为最后售票机不能那个。那你们觉得三千的椅子好坐吗？我刚坐的时候觉得还好，感觉跟一样，但是又是它比较直一点。对，它是这样直的，我现在这样子会。不过我之前搭过几次普悠马，然后我发现跟普悠马跟三千比起来。普悠玛它椅子虽然是人体工学，但是你知道它坐起来背会感觉痛，就有点突出。哦，对，因为它有那个突出的那个东西。我看它座椅，我突然想到，加急有些马百克椅子颜色都褪色了，褪到那个。对，我搭过最早的泰国的第一代的椅子。哦。对啊，泰鲁格号的椅子是普遍公认好坐的。啊，是哦。对。以前不是那种龙王之旅，是以前都是那种不知过道，很屌的。然后我就听说，像增倍车又不一样。结果增倍车是皮椅改成绒布椅。哦。对。然后听说又也不一样，听他跟我说又是101分101分，可惜又是被你影响搞到耗费了。对。后来那一台可惜了，被影响到后，可是不知道113 TD113 TN1025 最后要怎么办？因为那两节好，可能到时候当做器官车了吧，是吧？但是也不可能说泰鲁格号万一有头撞破接上去，对，就像1857的概念一样，对。但是现在三千大量引进，可能台铁应该也不会再缺修复它的 TD2007。对啊，那个普悠玛事故，普悠玛事故那两组应该是确定不会修了，是吧？而且现在不是那个三千大量进来吗？一辆年都补。车应该跟日本快一样，就是以电车为主了。哦，对，柴油车。然后那个动力集中式的客车应该会慢慢减少，未来应该剩下。听说 PP 要变货车。对啊，货车。货车。对。
没有。新举光号我是觉得不会那么快淘汰了，但是网络上有人讲说2024会淘汰，不好说吧？不好说，应该不好说。那我想要像目前自动的举光号最新，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种1040，对啊，因为10500和1060改造的。改造，但是他们是算改造车龄哦，所以还是很轻的，对。就像红斑马，对。像红斑马是1200改的，所以又增。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Please mind the gap。好。哎，这里有手举耶，32953。对啊，他这一台。这几台是不是丢在这边超久了？对啊，而且我怀疑那32953是不是没有接话，好像是，那应该就没有接话了。还没有，以前那个地下话就要算了。那如果他没有接话，那怎么能？你看现在永康站也丢了超多货车。也不能说丢了，那个是算秦阳的，而且是那个玉祥的车子。对。哦。有时候会先暂时就放龙流，从车上面看到龙流。正好我听说之前我又看过新闻，有人介绍那个手车，有媒体。那你像那个，你有看到那个，你有看到那个光缸旁边有一颗，那个就是控制火车的，你是火车底下的光缸，哦，那颗就是控制火车的任缸。雅尼的车，刚刚那个秦阳那个玉祥，那是玉祥的。我可以跟你讲，这个底下就那个都是他的心脏。哦。因为每个车每种车不一样，有的车它是倒 V， 里面是倒 V 的，所以它会有感，就是那种什么，它有的管路你要爬进去里面。你要站在火车底下，然后从这爬进去，是吧？我记得有一年呢，我跟你讲个笑话。有一年，那时候我跟一位老师，80几岁的老师台铁的时候，就叫我跟他请假，他被请过去学校说错。我那时候跟老师说，就有一次遇到的笑话就是。我们那时候不小心，因为我们车子还那个刚上风上车厢跟本向下先组好了之后，对，要下去测试要组装，就那个组好了之后，因为不然转跟前面的车子，前面的已经坐好之后不然连接到，就我这样拖，我想说应该还没有要坐，就靠边车子忙了，人家前面的车子要拖车了，结果不小心连在一起，对，就坐到一半靠边我真的。车出来开走，因为我们在底下，我们在煮那个火车的一些东西，零件，就靠边火车从开始不动起来，我光耳塞，我的耳塞没连掐，靠边掐，应该停了，开始盯着，盯着好几年，先动来动来动，但，然后我们把那个连接器剪了之后，光让他们开走。超危险的，我这个朋友在看他在车底下那边有没有那个装置，靠不靠你？组装零件，然后对，我们上面是我在坐货车的，而且尤其如果火车刚组好之后，你要检查看一下，刚才我们弹簧你弄过丢了，你要去把那个弹簧把它装进去，有时候没有组好。因为现在的货车很多种，所谓的转向架，还有所谓的有南非的，也有日本的，也有所谓的中国大陆的，中国车有点，它会有个叉叉，它会有左右会有个叉叉。你看到那个石头车，那个是当时那个转向架不是秦阳前面那个左跟大陆车，我现在听说是速度太高。我印象台铁好像不是跟中国买的那个，有的是高富煤车吧？就有的部分后来，因为有的现在都改造了。对。我想说什么？因为我停靠了。对。
好，2020。那个售票机超好笑的，那个刷卡机，直接那个放在月台上。对。因为我突然想要录哲恩，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陆小姐。我一向听说解药号那个电风扇很难找的样子。对啊，就是靠大家找我去找人家去拆我们坐车去换的，啊，拆那个停用车。对啊，而且他电风扇我们收到讯息就是他拿报废车来用，叫人修。要拼接。就把报废车修成一定要可以动的。我就那样子搞，我还不如说。如果想找我的话，我有几个照片，你打我的名字你就找到。等我一下哦。你不用打名字。啊？可以。你打我这个名字。下次有缘再见啊，有缘。对。哎，后来又拿出来那个柴油。对。好。如果想要去搭山车的话，我会帮我跟娜美讲。哦，我可能不会，因为他回来的时间太晚，我还要回潮州的话就没办法。回来时间是几点？十点了，晚上十点了。对。太晚了。对啊，因为他白沙屯海线来回嘛。哦。太晚。对啊，这真的是麻烦。对啊，还有机会的话，对啊，没关系啊，以后还有机会，对吧、啊？万一红斑马又出来啊，对啊，还是手举真的又重奖，有缘再见了，对吧、啊？哎，这好，反正我有时没事就跑去潮州，然后我们应该还好了，又看不了。机会没去搭。